Sean, how's it going? Hi, my name is Shel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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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Hello, my name is Shell. No, no, no. Hello, how are you? Thank you. I'm fine. I'm good.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hell。相信以上很多问题大家都是很有共鸣的，包括我自己初到美国校园的时候也是这样。当初自己自认为口语还可以，谁知道结果一下飞机，当时我飞的是芝加哥的 O'Hare Airport， 当时一下飞机，航站楼里面人来人往，而且大部分都还是西方人面孔，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是进到了某部美剧里面一样。然而瞬间我就哑巴了，然后当时是要坐小火车转航站楼，从五号航站楼转到三号航站楼，应该是去到 Direction Center 要去问路之前呢，我就在脑子里面反复练习了好几遍要怎么问路，美剧里面的人是怎样问路的。然后实际上去问的时候还是特别特别的紧张，还好对方人比较 nice， 所以就可能看出来我是外国人或者是我是第一次来怎么样的，所以他说话的速度刻意减缓了很多，以确保我能听得懂他说话。然后当时确实也是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很多我的紧张情绪的。好了，相信你们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初到美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异乡人心理，不要沉浸在自己的 homesick 情绪里面，想家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既然来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要就一直拒之门外，保持对一个陌生城市的热情，保持一个 open-minded 的心态，去尝试新的东西，去拥抱这个地方。因为美国很多大学都是在村子里面，大家免不了会产生落差，毕竟国内是走哪都有人，走哪都有好吃的，而美式大农村却不一样，饭店一般都是晚上9-10点就关门，然后没有什么吃夜宵的地方，唯一吃夜宵的地方可能还只是披萨店，去超市要坐那种半个小时一趟15分钟一趟的公交车，然后吃的简直就是不忍直视。当然这只是村里的学校，在城市大城市里面还是很方便的，但换个角度想，村里面的空气也很清新，然后大部分人都很 nice， 路上和不认识的人对视的话，对方会回以微笑，待的时间长了，稍微长一点的话，去个超市都会遇到认识的人，周末去酒吧的时候呢，可能你都会一路在 say hi， 慢慢的这也有可能成为是你第二个家，一个你自己嫌弃可以，但是别人绝对不能嫌弃的地方。好，那现在大家如果已经端正好了心态要去接受这个地方，下一步当然就是交朋友了。刚出国的伙伴们可能会选择住学校宿舍，国际生室友大部分情况你都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和其他的国际生住一间，你也可以选择和美国学生住一间。我当时选择的是和美国学生住一间，对，与此同时我的那个 sweet mate 就是和我 share 一个 bathroom 的 sweet mate， 然后他们在隔壁，他们是两个美国女生和一个德国妹子，这样的话大家的跨文化交流就会比较多，和他们出去 party 逛街的同时也会认识到更多的新的朋友，然后有了这么多新朋友的陪伴，你觉得自己还会感到孤单吗？肯定不会吧。那刚刚既然说到了 party 的问题，我再提一下哈，就是参加 party 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从酒友发展成好友的例子也不少，但是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 party 虽好可不要伤身。很多人对美国人有个误解，就是他们都很喜欢 party， 都很喜欢喝酒蹦迪，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就是几个好友之间聚在一起小酌啦，聊天啦，看看电影啦这样的。那这方面的话呢，就看你们自己取舍了。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不要急于求成，就是因为喜欢你的人会自己主动来接近你，会来主动来和你聊天，当然不是说你要一直等着别人来找你。那有时候交朋友嘛，也是和找对象差不多的道理，你不去找人家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家对你有没有意思？那朋友交朋友也是这样，你不主动去跟人家聊天，你怎么知道人家会不会想和你做朋友，对吧？而朋友这个事情也看眼缘吧，有些人会担心，哎呀，我英语说的不好，不够地道，别人嘲笑我怎么办？ Well, honestly, 我来这么久听到最多的赞美就是美国人对我们中国学生离开祖国出来留学的勇气。
和我们可以把和中文截然不同的英语学得这么好。挺多美国人都是只会说英语，不会说第二门语言。所以就像我之前演讲的视频里说的一样，大家一定要自信，我们已经做得很棒了，而是那些美国人要佩服我们才是。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要多练习，多和室友、同学、朋友聊聊天，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哎，英语说的越来越顺溜了，不用再在脑子里面排练好几回再开口，然后能和朋友聊的也越来越多，从日常生活，然后可能会聊到你的感情生活，可能会聊到家里面。我当时的美国室友都还带我，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然后当时我们就在他家过了一个周末，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特别能够促进我们的感情。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可以坚持做自己，因为只有那些被真实的你所吸引的人才算得上是真朋友。而有一些像 Asian Fetish 那种就是专门特别爱聊亚洲女生，看到一个聊一个那种，我觉得那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跟他们做朋友了。然后除了结交你附近的人呢，还有一条途径就是去参加一些社团啦，然后多参加一些校园里面组织的活动，可以是中国学生会啦，也可以是国际学生组织啦之类的。像学校里面的国际部一般也会组织很多活动和项目，像我之前去的学校，我们是有一个 Global Buddy 的一个 program， 把国际学生和美国学生组成一个 pair， 互相分享对方的文化。但当然这也不是强制的，很多人通过这样的项目认识了一些很好的朋友。其他校园里面的活动也都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去参加，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机会。我们之前还有做一个活动，是每个月一次的一个 coffee hour， 不同的国际学生根据当时定下的主题来做一个5到10分钟的演讲，基本上学生都会是在介绍自己国家和美国的差异，这也是一个锻炼自己口语和演讲能力的一个好机会。像志愿者这样的活动也可以多多去参加，对自己以后的发展也会很有帮助。除此之外，有条件的同学呢还可以去看看校园里面有没有兼职的机会，虽然大家初来乍到的语言问题都还没有攻克就找兼职，确实会比较身心疲惫一些，但是确实是一个和不同的人交流的一个好机会。我当时就有在学校的咖啡店里面打工，然后还有在演讲中心当 tutor， 在点单的时候和一些熟客聊聊天，还有一些像我一样比较热爱彩妆的女生会直接问我当天的口红色号啊、眼影盘之类的，这样就会开始熟络起来。然后在当 tutor 的时候呢，我们会每个学期都有一次开会，然后起码会有两次的聚会，这样的话会让自己有一种 inclusive 的感觉，感觉自己是这儿的一份子，我觉得这样就很有帮助。那好啦，刚刚说完生活篇，我现在提一下学术篇。很多外国学生对中国学生有一个误解，就是爱科书不爱跟别人互动这样的一个印象，但他们不知道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因为害羞，而不是说不喜欢互动。然后有人会觉得可能说自己的学术不够扎实，不敢去分享自己的见解，然后有人会觉得英语可能表达不出来他本身想表达的一些意思。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重点是你得去说，你得尝试着去融入，在课堂讨论里面或者是小组作业中，当某个你的发言或者是建议受到一致的好评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超级棒。说到小组作业哈，大家一定不要觉得人家英语比你好，想法肯定比你高深，但完全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比美国人要做得好得多，考虑的要周全的很多，所以一定不要妄自菲薄。那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还有什么我没有提到的话，欢迎大家补充。希望大家周末愉快，